打字未啊？我啱啱打咗，我先冇嘢。啊，得，有灣仔現場。大家好，呢度系灣仔現場啊。咁喺剛剛咧，市民就由金鐘嘅正總咧，就行到去銅鑼灣嘅。然之後隨即咧，部分嘅市民咧就向反方向行翻去灣仔嘅方向啦。咁隨後咧，警方咧就喺維園啦，同埋喺呢個警察總部設下防線啦。咁依家目前咧，警方嘅防線咧已經由警察總部咧推到嚟呢個嘅裝士敦道雷鴨道交界啊。咁我都可以見到咧，喺我哋前面咧就已經係警方嘅防線啦。大概咧有呢個40名嘅防暴警員啊，已經嚟緊我哋嘅方向。咁剛才咧示威者咧見到佢哋之後咧，就馬上咧就逃去咗噶啦。咁啊，我哋依家咧就喺警方嘅防線前面啦。我哋可以睇到咧，警察咧依家咧就喺呢个修顿球场嘅外面慢慢推进紧啊。咁啊，佢哋就手持呢个长盾啦，亦都系有配有警棍、头盔等等嘅配备嘅。咁啊，我哋可以见到咧喺路嘅两旁咧，除咗部分少数围观嘅市民同埋记者之外咧，就已经冇晒示威者噶啦。咁啊，依家警方咧就举住电筒，然之后慢慢就喺呢条路上面推进紧。咁啊，现时佢哋嘅防线咧就停咗喺修顿球场外面啊，喜帖街同埋修顿球场嘅交界。咁啊，佢哋依家咧就喝令紧。企喺馬路同埋行人路上面嘅市民離去啊！咁啊，喺啱啱啦，警方嘅防線咧就稍稍退後咗大概10米嘅距離，去翻去喜帖街嘅路口。咁我都可以見到啦，依喺路上面咧，其實冇曬示威者噶啦。而警方咧設咗防線之後咧，亦都停低咗喺度嘅。咁啊，呢邊咧就係銅鑼灣嘅方向啦。我哋見到條街咧，亦都係空空如也嘅，但係後面咧就有呢個警車去到灣仔度噶啦，已經。我哋可以睇到後面閃緊嘅紅燈同藍燈咧，就係警車嚟嘅其實。咁啊喺現場咧，其實咧車輛亦都係可以通行嘅。咁我哋依家咧就喺呢個咩月嘅？呢個裝士敦道，春園街交界，警察入修頓球場嘅，我哋望一望發生咩事先。好啦，依家警方咧就進入咗修頓球場啦，咁我哋就睇下佢哋依家做緊咩。咁我哋可以睇到警察除咗配備呢個圓筒長盾之外咧，亦都有配備槍械嘅警察嘅。咁啊，有部分警察咧就沿住修頓球場呢度出咗軒尼斯道嘅。咁啊，現場球場咧亦都有少部分嘅街坊嘅喺度圍觀咁嘅。
唔好意思啊 ，sorry。Sorry, yeah, sorry. No worries. 三方，三方，向左，向左。咁啊，現場咧就有市民咧就指罵呢個警員嘅，叫佢翻大灣區啊！咁啊，現場咧就有警員咧就同呢名市民對罵嘅，並且咧就以強光照射落佢度嘅。咁喺同一時間咧，亦都有街坊咧向呢個警察咧就應援嘅。Hey, don't stay here. We are conducting our operation. 咁喺現場咧就有外籍人士咧就喺度影相。而警方咧就叫佢唔好停留喺呢一度嘅。咁我哋依家嘅位置咧就喺厦门街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喺前方咧，其实就有啲火种嘅，咁就系怀疑咧有呢个示威者咧就燃烧杂物，咁我哋依家咧就行过去睇一睇啦。今日星期五啦，咁其實灣仔都好多外國人住嘅，咁所以呢區都好多酒吧咁樣，咁好明顯眼前嗰啲外國人就係 Happy Friday 緊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喺呢个厦门街嘅路口啊，咁啊就有人咧就燃烧呢个竹枝啊，咁呢啲咧就系地盘用嘅呢个长竹嚟嘅，咁啊现场咧就有燃烧嘢嘅味道噶。Okay, everybody's wearing black.所在的位置就是皇后大道東廈門街交界，亦都是離啱啱警方防線的莊士敦道一條街的距離。咁我哋可以看到咧，呢度都已經係冇曬示威者噶啦。
咁喺現場咧就淨係得一啲路過嘅街坊啦，同埋記者咧就喺現場，車輛咧亦都係可以通行嘅。跟住翻台。咁咧喺街道上咧，亦都有市民啦，就係等緊車啦，又或者係行緊街嘅。咁呢啲市民咧，仲著緊一啲休閒嘅服裝，例如係裙啦咁樣啦。咁可見佢哋咧就唔係啲抗爭嘅人士嚟嘅。咁我哋對面咧就係合和中心啊，佢咧望落咧仍然係開放當中嘅。咁喺街道上咧，亦都有零星嘅車輛經過啦。天橋上面咧，亦都係有行人嘅。咁我哋依家咧就出翻去警察嘅防線嗰度睇下啦。咁啊，喺校門街啦，仍然有外籍人士咧，就喺度飲酒啦。咁喺應接街咧，亦都有部分嘅街坊咧，就坐喺度休息緊嘅，似乎咧就未受呢啲防暴警察嘅影響。咁我哋依家咧就行翻去莊士敦道去睇下警察嘅防線，大家稍等一陣啊。咁啊喺校門街咧嘅店鋪咧仍然仲係開門緊嘅。咁啊，可以見到警察咧已經離開咗剛才嘅位置啊！咁我哋咧就要睇下佢哋推進到邊度。咁喺呢度咧就有大批嘅警察啊！繼續慢慢開始行啦，數量明顯就是比剛才的多啊。開燈咁啊，估計就是銅鑼灣推進過來的警察嚟噶。好啦，唔該，慢慢開始行啦，慢慢行翻兩步啦。咁咧，警察嘅數量係相當之多啊，接近100名左右嘅。咁啊，佢哋都係富基爾嘅防暴警員啦，手持呢個長盾，而
然之後警棍，部分咧亦都係持槍嘅。你喺度做第一個阻塞啊！阻住你往前更加前進啊！唔該。咁啊，現場咧就有警員咧，就叫喺現場圍觀嘅市民咧，要行快啲，因為阻住佢哋嘅防線。咁啊，現場咧就有民眾不滿。繼續行後面，唔好俾再過。兩個人行喺後面啦。行，佢就行咗喺後面，就冇俾你過。好啦，唔該，向嗰邊行啊，中間側邊。可以可以。有部分的警員就是上了警車的，但有部分就繼續向著警察總部的方向前進。我們現在就連同警察的防線就一起走緊向警察總部的方向。咁啊，現場咧就係非常之多警察嘅豬籠車嘅，咁就佔滿咗整條嘅道路啊！見到咧嚟到呢一度咧，有更加多嘅警員出現咗。咁啊，亦都有一批嘅警員咧，就依家就上警車啦。咁我哋就跟住其余嘅警员，睇下佢哋前进嘅方向。咁我哋依家嘅位置咧，就已經去到分域街巡道衛理堂啦。我哋可以見到咧，現場咧嘅警員咧就已經上咗警車，並且向住警察總部嘅方向去前進。對面街咧，堅尼斯道咧，仍然係有部分防暴警員咧就步行緊嘅。但係我點樣知道先？你即刻打俾我。因為 M 啊，我入嚟嗰時佢即刻。咁我哋依家行到呢個南道街啦。好啊好啊。好啊現場咧，仲有少量嘅市民，同埋大約十幾個嘅記者咧，就喺現場嘅。即係我冇裝。
咁我哋成条街可见啦，警察嘅呢个专用车咧就超过十辆噶。咁呢度咧又有警察就上翻车啦。基本上呢条街，我哋啱啱一直行所有车都系警察，你见到防暴警察系坐上嗰啲私家车添嘅。好啦，我哋见到呢架车牌 VP7811 嘅黑色七人私家车，上面咧全部都系防暴警员嚟嘅。咁另外后面咧亦都有一辆灰色嘅私家车同白色嘅私家车，亦都系有防暴警员咧就系上咗去嘅。是一架车牌 UW4675 的黑色私家车。我们可以基本上看到整条街的车呢其实都是坐满了防暴警察的，而现场呢只有少量的行人和记者。有三个差佬落单，跟着被人追想着。咁我哋依家就向太古广场嘅方向前进啦。沿途咧见到嘅都系警察嘅呢个私家车同埋警车噶。咁对面嘅警车全部都系逆线行嘅，其实即系所以咧就搞到金钟嘅车系行唔到去一个湾仔方向嘅。咁啊，我哋依家咧就喺警察总部对出嘅天桥啊，即系通向呢个太古广场嘅天桥。我哋咧可以见到桥上面咧都系布满防暴警察嘅。其实呢啲都系防暴警察嚟嘅，咁目测咧大概有十多名噶，咁啊，但系佢哋咧就未上 gear 嘅，咁就暂时待机当中。然之后轩尼斯道啦，往翻湾仔嘅方向就突然间多人咗少少，多咗啲路人出咗嚟。咁啊，呢班人啦，其实都系冇上抗争嘅 gear 噶，佢哋只系着住普通休闲嘅服装噶啫。咁甚至咧就有穿住裙嘅女士啊！咁啊，根据消息咧。港鐵暫時就已經全線停駛噶啦，如果需要回家的市民就要選擇另外的交通工具。
咁啊，警總上面天橋嘅警員咧就仍然企喺上面戒備噶。咁我突然间咧就有大批嘅市民啦，就行咗出去轩尼诗道啊，接近警察总部嘅位置。咁啊，呢啲嘅市民啦，就并冇上任何抗争嘅 gear， 即系吓呢个头盔啦、眼罩啦，同埋猪嘴都系冇嘅。咁啊，但系咧，佢哋咧就播住歌，就系呢个《愿明光归香港》啦。咁部分嘅市民咧就開始喺度嗌口號啦，亦都有部分市民咧就喺呢個石博嗰度休息緊嘅。咁啊，現場嘅人數咧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啫，就數百人左右。歸香港的喇叭，咁我哋依家咧就翻到去呢個循道衛理教會啊。咁我呢边咧，亦都有少量嘅市民咧，就喺度聚集噶。呢、这个咧就系分域街轩尼诗道嘅呢个路口啦。咁啊，有部分嘅市民仍然喺度行街，咁啊，车辆都系可以顺利通行噶。咁我哋就重新向住警察总部嘅方向行过去。
咁我都可以見到啦，喺現場聚集嘅人數咧就比啱啱稍稍多咗一啲。咁現場嘅人士咧，佢基本上都係企喺路邊玩緊手機或者休息緊嘅啫。咁啊，喺警總隔離嘅天橋啊，依然係有好多防暴警察戒備緊噶，而好似落緊嚟喎。交更咗，地震落咗半層。比起啱啱多咗啲，啱啱就咁。咁啊，啱啱淨係喺呢個太古廣場方向嘅天橋咧，係有防暴警察嘅啫。但係咧，依家咧。政總對出，唔好意思啊，警察總部對出呢亦都係已經有啦。交間咯，我見到有警察交緊間嘢，咁因為有我見到樓梯尾咧就有一個旗手落緊去，咁而家橋上咧有另外一個旗手嘅。咁啊，喺橋上面嘅防暴警員咧，就並冇特別嘅行動噶，即係一直觀察緊橋下嘅人士嘅啫。咁啊，事完喺今朝稍早嘅時分啊，林鄭月娥咧，我哋嘅特首咧就開記者會，宣布就實行呢個反蒙面法啊，所以咧就令到好多嘅市民咧就喺今日度行出街頭啊。咁市民咧本身就喺中環一帶聚集啦，然之後慢慢咧就遊行至金鐘同埋呢個銅鑼灣嘅方向，然之後咧就有防暴警察落地啦。咁市民咧就又再次行向由灣仔同埋金鐘嘅方向散去。咁剛才咧就有呢個防暴警員分別咧就由呢個金鐘同埋銅鑼灣嘅方向去推進啦。咁啊，而呢啲示威者咧就已經散去噶啦。Come on.
咁我哋依家就喺呢个推进过后嘅金钟街头啊。咁啊，可以见到咧，现场嘅街道咧就非常之平静嘅，只有少量嘅市民咧仍然就喺附近休息紧。我哋所在嘅位置咧就系轩尼诗道近金钟嘅嗰一带嘅，亦都系警察总部嘅后门对面。咁啊，我哋可以见到啦，喺路面咧就非常之平静噶。咁啊，警员亦都已经啱啱咧就上晒车离去，咁就剩翻桥上面呢个几十名嘅防暴警员。咁啊，但系佢哋咧暂时咧就未有动静，亦都未有上装备嘅佢哋，只系一个待机紧嘅状态。咁啊，因为喺各个地区咧都有大型嘅公众活动，咁地铁咧全线咧就已经系停驶，咁巴士咧亦都有好多嘅地区咧都因为公众活动而暂停咗服务嘅。而家都走唔到，俾你走都走唔到，巴士又冇，地铁又冇。所以咧呢一班咧留守嘅市民啦，亦都系可能。因为冇交通工具走唔到嘅市民嚟嘅。咁啊，比起啱啱嘅轩尼诗道啦，有啲特别嘅咧就系现场咧好多路过嘅市民咧，其实都系外籍人士嚟嘅。我哋喺佢哋嘅交谈里面可以听到系呢个有外国口音嘅英语，而唔系广东话嚟。咁啊，喺警察总部嘅门口就有一名白衫同埋一名蓝衫嘅警员就喺度放哨嘅。进去堆头有兵啊？啊，唔知啊。咁啊，依家喺現場咧，好多都只係喺度待機緊嘅記者，又或者路過嘅民眾啊。
咁我哋可以睇到啦，喺警总去到呢个嘅分域街、轩尼斯道一带咧，都系大致平静嘅。咁啊，我哋今日嘅呢个直播咧，就嚟到呢一度先。咁啊，迟啲有缘再见啦，多谢晒大家收睇。